大家好，我是流量建筑师 Peter， 今晚你想要吃啥？西班牙人呢，基本上很少喝汤，基本上西班牙只喝两种汤，一个就是冷汤，番茄冷汤，一个就是热汤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大蒜浓汤。那基本上呢，大蒜浓汤在西班牙当地呢，几乎可以说是冬天必喝的汤品。基本上它的做法非常的简单，当然你也可以做其他的变化，比如像你可以加蛤蜊啦，你可以加番茄啦，你可以加任何东西，它是一个非常容易变化的汤品。那今天刘王寿司将会教大家制作非常基本的一个大蒜浓汤。那首先主要准备材料有胡椒粉、重点的大蒜、盐、橄榄油，还有鸡蛋啊，再来就是我们的煲汤。那今天我为了增加风味，我们特别添加来自西班牙的伊比利火腿。再来，西班牙料理最必要不外乎一定要西班牙红椒粉，最后一定会加面包。那面包基本上呢，你可以切片、切丁、切块都可以，切小块或切薄片，它比较能够让你在做汤的时候能够吸附汤汁，让整个汤变得比较稍微浓郁而且浓稠，在你喝的时候呢，同时也具有饱足感。好，那我们的伊比利火腿呢，今天刘教授是非常大气哦，是使用来自西班牙的48个伊比利火腿，就全部一样把它切碎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料理再简单准备完之后呢，好，我们就开始准备起我们的油锅。首先先下我们的橄榄油，注意哦，火势不要太大，因为火太大呢，很容易让我们的大蒜烧焦。接着下我们的大蒜，当然如果大蒜各位喜欢的话，你可以多加一点没关系。那我会把今天的配方全部放在我们说明底下。话说怎样叫做油温不要太高啊？基本上不要开大火，大概中小火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等我们大蒜炒香之后呢，我可以加入我们的伊比利火腿。也下去，尽量把它炒香哦。我们伊比利火腿下去之后，整个香气就马上跑上来了。接着，我们可以下我们的新香料，加点白胡椒，还有重要的西班牙红椒粉。基本上，西班牙任何的料理呢，他们都会适当的加入一些红椒粉。注意哦，红椒粉它并不是辣椒，虽然不会辣，它会增加一些非常丰富的烟熏风味的香气。接着呢，下我们的面包。这道汤居然是把面包丢下去，是。将面包炒熟，因为欧洲人他们很喜欢将面包放到汤里面，当成是一种主食，有点像是我们的汤泡饭的一个概念。接着呢，加我们的煲汤，加入适量的煲汤，如果你没有煲汤也没关系，可以加入自来水煲汤。接着呢，让它炖煮。它煮到最后，面包会不见吗？基本上面包会膨胀，它会吸满了汤汁。它这个汤喝起来其实有点类似像台湾的稀饭的概念，有饱足感。有颗粒，但同时又可以吃到汤品。记得适当加点盐哦。虽然我们有加煲汤，但也是要适当加点盐，增加它的味道。当你煮开之后，你会发现你的面包已经膨胀了。这时候呢，滚了，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蛋。基本上呢，蛋呢，刘老师都会先打在碗里面，然后确认蛋没有问题之后，才会加到汤里面。不然如果打下去蛋坏掉，那整锅汤就没了。记得在加蛋的时候呢，火不要太大，稍微控制火势。再来呢，盖上盖子，让它稍微焖个几分钟就可以了。好啦，那既然制作一道非常传统的西班牙料理，当然我们就要来一款西班牙葡萄酒，一种地酒配地酒的概念。那今天刘教授我就推荐这一款呢，是来自西班牙 Rioja 非常知名的产区哦。基本上呢，在西班牙呢 ，Rioja 是非常早期享誉国际的葡萄酒。它所使用的葡萄品呢，主要是以 Tempranillo 为主，然后还有部分的是 Grenache。而在西班牙的 Rioja 基本上有分三个区域，有上 Rioja、Rioja Adra 跟下 Rioja、Rioja Baja 以及 Rioja Alavesa。而这三个产区它所属的葡萄风格都不太一样。那今天我们喝的这一款呢，是来自西班牙 Rioja Alavesa 的 Badiolas 酒庄的三波 Tempranillo， 是使用4到6个月的橡木桶陈年，而且有1/4是全新美国橡木桶跟法国橡木桶酿制，因此这一款呢，它会具有非常丰富的橡木桶味道，但是又不会太过于强烈，以至于干扰葡萄本身的风味。那我们来看看吧。非常鲜活、饱满，而且丰富的红莓果、浆果、野莓的味道，带有一丝丝烟熏烘烤的气味，非常的奔放，非常的浓郁，而且呢，在你口中的口感，它的鲜甜度非常的美好，是一款会让人喝了感到非常舒服而且愉悦的酒款。那来搭配我们的西班牙大蒜浓汤吧。
哇，因为我们加了伊比利火腿，所以它在整个汤的丰富度又更提升了一个口感。然后呢，你在喝这个汤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吃到面包那种软嫩的那一种口味，有点类似像我们泡了油条的那种概念。重点是因为我们的汤非常的丰富而且多层次，所以呢搭配我们这一款达里欧拉斯的山坡甜盘尼哦，真的是香得益彰。这让我回想起刘老师有是在走长冷之路的时候，在寒冷的冬天喝上一碗热热的汤，你的整个心会非常非常温暖，再来上一杯红酒，这就是西班牙的生活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记得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追踪并分享给你的好朋友，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还有追踪刘老师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。 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喝两杯吧。那这个汤品在西班牙语怎么说？还是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。我好像上次有问过类似的问题。问那个什么，那个好喝。对，好喝。怎么喝？怎么说？对。Sopa de ajo. Delicioso.